文准，嗯，病人的脸颊、脖子跟手臂都紫了，眼保活也低。今天同样症状来了四个病人，马上向院长报告。双肺呈现出毛玻璃状，都很类似。有些患者的神志仍然是清楚的，我问了他们，他们来自不同的小区，病人之间没有共同暴露史。我们给他们做了咽拭子检测，阴性，没查到病毒。还有刚才还有几家医院呢，都打电话过来要往我们这里转病人，我们就不接了吧。姚姐，优级多解级多，我觉得像我们要尽快把病房腾出来， ICU 也要改造一下，另外我们的医疗设备严重不足，人手也是问题。你到我办公室来。好的，院长。学点好。八道刺，严长官，插管能帮助病人的肺被动呼吸，提升血液中的氧饱和度，就看他的肺能不能支持得住了。从今天起，行政部门的所有人做好防护，跟我去清理垃圾。党员同志24小时待命，你遇到的时候是么样说的，你现在就么样子做。有人说我兑现不了，我要走，可以，你走了就永远没回来。同志们呐、为了保护我们的城市，保卫我们的国家，保护我们的亲人，在座的各位都是责无旁贷。来跟大家汇报一下，党和国家给我们派来的支援的医疗队，还有专家组，还有大批的物资，马上就到了。根据上级指示，我们在我们的医院里改建了两个 ICU 病区，但问题来了，这个改建的病区里头的医护人员人手严重的不够，需要各个科室的支援。这个除了怀了孕的和其他严重疾病的人员，不能上一线。其他的，希望大家踊跃的报名。知道了。哎，你现在还只是一个住院医，别尽瞎往前冲。你放心啊，我是在普通病房，没事的。阿姨，阿姨过年好。来来来，跟阿姨打招呼。阿姨打招呼。过年好，过年好，过年好。孩子们，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。哎，放心，阿姨。哎，这样阿姨。挂完挂了，吃饭了。哎，你少吃点泡面吧，吃饺子了。你留点肚子啊。来一个。是的，一个与幸福有关的。院，不要紧张，马上就来电了。小杨医生，哎，加一氧饱和不行了，病人需要插管，
知道。没关系啊，不要反抗，保健。看什么看？快擦呀！擦呀！擦了你个跑开仔！过来，蔡炳波波，过来。好，炳波波。马老师，同志。普通水肿，准备气管手铐。好的。气管切开，就是切开病人颈段气管，放入气管套管，马上建立人工呼吸道，让病人能够呼吸。把氧能度加大。晚上21:38，抢救无效，宣告死亡。你叫小杨，请你吃烧鹅，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，从明天开始离开 ICU。 我们没有时间犯错误了，听明白了吗？重点关注一下昨天农历正月初一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就防控当前疫情专门召开的重要会议。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。我们为什么要给小文做艾克姆？因为病人的肺部被病毒感染，没有氧合功能，导致全身缺氧。那为什么说 ECMO 是救治新冠病人的最佳工具？因为它可以替代丧失了功能的肺。做完所有准备工作之后，分别从股静脉和颈内静脉注入管道。ECMO 把病人血液从股静脉抽出之后，通过体外人工膜肺吸收氧气，排出二氧化碳，再从颈内静脉输送回病人体内。病人的缺氧会立即改善。ECMO 的英文全称叫什么？你说，叫什么？上网查喽。喂，穿到动脉了，这个孕妇的血管很细，颈动脉又近。我去拿超声。这小子好像开窍了。再好没有用的，关键时刻不敢插，病人就死定了。插了，他才有机会活命。放松一点。哪个小啊，进步的蛮快嘛。
标准，不错啊。送他去医院，有那么多种办法，你为什么选择最笨的一个？乔子，乔子，你能不能帮我个忙？我要去苍宁校区，那个路上啥子车都没得。他已经那样了，走不了太多路了。他看起来很像我。院长，小杨啊，你是个职业的医生，又赶上了非常时期，所以我就实话跟你说，你这个手续呢，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。但是你要晓得，换肺的手续风险蛮大，手续成功了，你还要经过很多道难关，抗排异等等，今后的生活会慢慢恢复。啊！今年快点过去，明年会是个好年，明年的这个樱花呀，会比今年开得更旺盛。